要不要听广播 ？Love at first sight， 现在离得很近。下次听不懂英文，笨蛋。没有一个人是孤岛。曾经有一个人说，很羡慕我的眼睛。我真的很喜欢你的眼睛。可他也说，要是那样的风景，我是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就好。不过你说了有光没光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不是吗？有阳光的时候，重要的不一定是明亮。温暖也很重要的。你吃一惊了，他的眼睛好漂亮啊！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啊。这种事不都是男人出动吗？我第一次在乎别人家他就喜欢。我可不会连续放过两次机会了。你会后悔吗？不只属于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一直都属于你一个人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可以立刻去登记结婚。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我愿意。苏老师，苏老师，苏老师。张无言，去哪儿？张无言，张老师。我年轻。无言。年轻。苏老师。喜欢就要大声的说出来。我知道你是漂亮女生。你怎么知道？听出来的。我发现你的声音好听。你好可爱哦。就看着他的背影吧。就莫名其妙的很想抱抱他。无论你在哪里丢下我，我都一直等在你离开的那一天。不是因为我需要你我才爱你，而是因为我爱你我才需要你。我想我也需要你。我倒真的很想知道最爱我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